总算找到了。不是我不想让你休息，可我们总要为库洛迪卡做点什么吧。小橘子，这可是黑市赛场，我听说这里面流氓车手很多，为了安全我们还是撤吧。但库洛迪卡的弟弟要是治不好，怎样才能解开那梦境？好吧，但是你总不能拿着之前所有的奖金来吧，其他人一定很快就会发现问题的。只能在我哥哥赶到之前先赢个几场了，现在大家都玩那种高赔率的模式，赢了全拿，输了荡然无存。我也要上吗？橘子，你想多了。库洛迪卡的父母在最后之战中成了牺牲品，他和他的弟弟从小相依为命。哼，你怎么比白永泰还要关心他？OK。Versus。到处都能看见你这讨厌的家伙，休赛期间还敢来玩地下黑市，胆子也太大了吧。怎么你和你哥哥一样口无遮拦？谁让你和小橘子待在一起来着，看着心烦，所以我要让他看看谁才适合待在他身边，比一比吧。
至少发挥了八成水准，难道真的要全力以赴才能打赢你不成？你太过骄傲，太在乎他的瞩目，自然会输掉。他过得还好吗？上次他连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，真是头疼。这种事我还是少听为妙。他说这世上有的东西是要看缘分，缘不到分到了是逼自己，缘到了分不到是害别人。那么后来你们怎么样了？难道就这样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了？本来我是要加入小橘子车队的，可我哥哥知道这件事情后就揍了我，当然我也给了他点教训。你是说是你撞伤了你哥哥？我可没这么说哟，不过好像我哥哥也到了，就让我过去看看他吧。260 average. Hey, 小峰，你怎么在这黑市里当车手啊？自从看到了他，曾经的追风少年就变得疯狂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哥哥，是你说的绝不把他让给我，那我只能抢了。抱歉，那天的事是我一己有事，可过去的终究会过去。回来吧。回不去了，哥哥，已经回不去了。开始比赛吧，好歹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赢下去。像那个人，上次世界大赛时我和哥哥当时都看过那人的比赛。小峰，你是说车王查理？是的，稳定沉着，技艺超群，你们车队可是捡到宝了。不过奉劝你们一句，别继续往下走了。但是那本车王日记是小橘子志在必得的东西，我们全队人无条件支持他。至于能走到哪里，这个真的说不准。据说第一张彩页已经发布，现在了解其内容的人无不欣喜若狂，整个世界都要开始疯狂了。什么？你说大赛组委会已经发布了？是的，第一张彩页详细的说明了有关操控赛车的各种技巧，对于提升普通车手的成绩有相当明显的作用。这只是开胃菜，后面彩页的内容会更加劲爆，所以小峰，你更不应该挡在我们车队前面。在我面前证明你有保护他的能力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下一场我真正的好兄弟柯少峰会上场，他可不会。That was me.
out. What does that mean? Oh, elimination.总算有我出场的机会了。哦，这不是小橘子车队的新人吗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在赛场上看到你。过分，你和白小峰一样，都只会占口头便宜。嘿，话说一切看实力，我可没有小峰那么感激用事。要是这场输掉，你们赢了奖金，可就全归我喽。哼，我们才不会输给你呢。行了，我要把白小峰输掉的都赢回来，开始吧。Yep, I'm melting him. I'm melting the brother, not... I thought I was melting the other guy. Okay. Hello. 拉着我的妹妹来这地下黑石赛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还有你白永泰，你连我也骗，我看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现在可好，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进行这黑石赛，就差没上新闻头条，你们全部给我一个交代。好了好了，这都是我的意思，行了吧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
去好好比赛吧。废话，我们的全部家当都压进去了，既然你给我好好跑，输了可要赔我。那为什么这种事总落在我头上？家伙嘴太大，肯定和他弟弟吵架的时候说漏了。新人，现在兵分两路，我和凯莉、永泰去吸引接头组的注意力，你和小橘子去救库洛迪卡。好了，哥哥，要开始逃亡了，注意安全。Thank you.
生之路如此艰难，看样子接头组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了。你们为什么要冒险来救我？这是百万钻石，库洛迪卡，你先拿着，赶紧去你弟弟身边，我们随后就到。这，我，小心，他们又跟过来了。哎，是小风。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And this is the versus. Oh my god, I had to play this map. 6-star map. Grand Canyon. Oh, 你知道我为什么追上你，而不是小橘子吗？因为你料定我技术超凡，能够突出重围，奖金应该在我手上是吧？你错了，奖金算得了什么？我来是为了和你真正的比试一场。危急关头还比什么赛车？难道你是想拖住我，等你那帮小弟来了好群殴不成？哼，我白小峰还不是这种人，只是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陪他继续走下去呢？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比赛，那么我现在就去追上小橘子，会发什么吗？我可不能保证。哎，我真想让你清醒过来。好吧，反正也要通过最后一个区域才能脱险，我们就比一比吧。心服口服。可恶，可恶，头好痛啊。小峰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个场景会如此熟悉？系统崩坏，系统崩坏，监测到新的信号源，对原星体产生严重情绪影响，请求修复。喂，小峰，你还好吗？你吓到我了。哎，优秀的赛车手你好，恭喜你，请你击败了我最强的原型体，我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想得到车王日记的话，阿尔法工业集团欢迎你的加入，我们会让你成为新一代的车王。你到底是谁？小峰呢？小峰，我是谁无所谓，更重要的是你的答复。我们等你。Chapter 9 unlocked. Chapter 9, chapter 7.